皮亚换一个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，三二一，我妹 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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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妹 K。恐龙看狼，看狼看。看呀，帮观众带别的波动。都看出来吗？有有有有有，波在动。我在后面拍你屁股就好了。那我可以回去了吗？还是我要再走过去？我就一张就好了。好。啊，这视角蛮好看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生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桃园，来这里干嘛？你是不是忘记这边的名称了？是有忘记。这里叫地景花园。哦，对。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区。哦，这，哎，好问题耶，哎。好，我上在下面字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地景花园，听说这个地方有200-300种小朋友可以玩的游乐设施，据说他一天进来的门票只要200元，200元就可以体验到200-300种的游乐设施，不觉得很超级划算吗？但是因为呢，最近由于实在是太晒了，所以我选在下午的时间，他3:30过后到他营业时间结束5点的这段期间，他只要150元，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也不多说，因为剩下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先来 go go 吧。今天这集的主题呢，其实是挑战系列。哦，那今天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们现在离园区关闭大概只剩下1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你1小时之内，你这个小朋友可以玩几项设施。傻小了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赶快继续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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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跑起来啊，跑起来！哎，很有 feel 哎。对啊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上面有贴一个，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午后票吗？等会玩不完，玩不完，你完蛋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挑战你，剩下的时间你可以玩几箱，可以吧 ？OK 了。说不定我很快。三小。网友称本园为不插电的迪士尼，并推荐本园为一生必访的景点。据说他们今年。他后面就是要休园3个月，或者是永久休园，也不一定。简单来说呢，目前今年他公告就是营业到今年的9月。哎，这里感觉蛮浪漫的。蛮浪漫的，来。Do you love me? I want you to love me. 忘记了。哇，有啊，这边好像可以拍那种什么 MV 的感觉。我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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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。好，来来来。皮亚换一个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来，三二一，我妹 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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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妹 K。恐龙看狼，看狼看。好呀。哎，不对，我们现在只剩下1小时，我们要赶快来在那边恐龙看，再看下去就没得看了。跑起来！好像到了，好像到了，第一站，我们到了第一站。靠，这很酷哎！它是溜那个坐在上面，然后坐一台车过去。对啊，是不是你应该要先坐？对，好像是。不然你等下就没得坐了。哦，好酷哦！好的，我们现在需要排队一下。今天人比较多，可能要排个10分钟左右。不止吧？不止吗？我觉得来这边一定要喷防蚊液耶，这里就是感觉原生态保留的还蛮好。玩过了。有点快，会怕吗？而且它有一点距离。啊，会怕吗？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就对我来说，我觉得。你不要等一下叫出来。不会。我等一下我先过去，我先帮大家叫出来吧。我先帮大家拍地麦靠腰啦，帮大家拍个第一视角，然后再换你啊。你这边啊，帮大家拍一个第一人称，好不？帮大家拍一个看你自己的 ，OK。我被职场霸凌了。这是我跟观众之间的小秘密。好了，我车来了，我先出发了。先送你走了，一路好走，一路好走。再见哈、哦，拜拜啊、哦！我在对岸等你啊、哦。我会帮你准备花的。好了，来了，观众 OK 吗？观众，哎呦，哎呦呀！呜呼呼呼！不是啊，说好不叫的呢。怎么一开始出去就哎呦喂啊？我觉得这个距离对我来说应该很 peace 很 OK 吧，应该还好。其实他们这样蛮辛苦的哎，每一个过去就要再拉一个回来，
那个手应该都快破皮了吧？好累的感觉哦，但这就是传统的快乐，我觉得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吧，我准备好这个绳子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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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蛮好玩的耶，好快哦。好舒服，好舒服哦。会撞到，会撞到，会撞到哦。我这个飞出去，要自己解，要自己解。好棒哦，我的肚子！哎，它有点小危险呢，危险危险！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傻小，红了。我跟你讲了，你听。你看那边有水，走。哇塞，你看。哎，有点可怕哎。想玩吗？管吗？我不管。哎，他那个是要拉绳子吗？对啊，不然你会掉到水里面来。还好吧，应该感觉很稳啊。我真的是用尽生命在拍摄哦。快点啊！你慢一点，快点啊！快点啊！会晃。快点啊！不是要挑战速度吗？快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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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呐！看，妈的嘞！你去玩旁边那个比较难的。哪一个比较难？第三道或第一道了，来吧。哎、欸，这有点可怕哦！啊，你不是快？哎、欸，这会晃哎、欸！啊，你不是很厉害？你来！啊，你不是就搞哎！啊，你来！啊，你不是很搞？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，你自己走一次，来，你走那个，快点！我们现在时间呢？来不及，我们赶快去找下一个，我们去找下一位啊！这年头，剪辑师不，摄影师也是不太好当。你看我这样子，然后我还要拉着这个，真的很可怜。二老板，二老板，好啊，没关系，就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人称视角的画面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是有一点点恐怖，也是没有错，而且可能会有掉下去的危机，是不是二老板？搞笑。走了啦，下一个啦，快点，进进进进进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蛮酷的，哎，可以看一下。这叫做科学趣味游戏区。波动，波动什么？敲大管找跳舞。哦，敲了它会跳舞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就这样子、啊。靠，换区换区换区，蛮多的啦。哇，这边太多区了，只是好像感觉你会比较想找你有兴趣的。这是什么？知道哎，可以摇啊。可以。其实蛮摇的。以前人的快乐总是这么简单。对啊，你看像这边还有这个机佛可以玩。你的机佛打劫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知道干嘛？这个就是要，哎，有没有看到中心那个？有没有看到中间？它那个水波动开始了。有哎、欸，我帮观众带别的波动。有看出来吗？有，波在动。那怎样？我很认真的在那边搓哎。我知道啊，我看得出来啊，所以波一直在动啊。我想玩这个。好好啊，去啊。可是这要怎么上去啊？你可以去比较低的地方上去啊。这要怎么上去？哇！好 ，OK， 你上去了，好了吗？好，帮我推。看这存能力耶。纯能力的哦，有一点快哦，体力宝有点晕哎，哦，有点晕啊，我本来想问你要不要再加快一点呢，停了停了停了，哦，有一点晕，你自己说要玩的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后面去后面，哎，这好酷哦，这是什么？空中，这是什么？跷跷板荡秋千。你可以坐吗？我可以啊。那你先坐上去。那你要坐啊？对啊，你先坐上去啊。哦。
我在这边搞了五分钟才起来。啊，重点是这要怎么荡？你脚要放开啊！我脚放开我就下去了。我现在垫着这个玩啊，你看。那这要怎么玩？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哦。啊，我这么高啊！你看，我放开我就下去了，你就在上面了。他救我！那你下去啊！先救，先救，先救！我还是来玩这个好了，我好热，我流汗。我弄一个，我全身都汗。我也是，其实蛮好玩的啦，我觉得。太晚来了。对，可是太晚来了，这真的是要很早很早的时间来，因为有些东西还是要排队。对啊。我觉得我们有点太小看这边了。是吧？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还转战目标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排完，你可能后面就没得玩了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我找到目标了。目标是？目标是冰淇淋。冰淇淋好吃。你骑吗？这是什么？再吃一口，爬上去然后跳跳跳。你先吃给我看。好好好。对，就是像刚刚我示范的那样子，没有拍到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你试看看呗。有两下可以了吧？好好好好。什么爱惜生命啊？这样的传声筒一过去，然后看我跟你讲了什么。哦，好哦。你这个傻逼！靠呗。收得到哎，听得到哎，听得到耶，你有听我声音吗？你这个傻逼！你这个傻逼！好了啦，可以过来了，傻逼！我不过去啊，因为你说傻逼过去，我不是傻逼。好了，傻 A 快点了。我不傻。哇！傻哥，脚臂巧，你想到什么？商场啊！你来校外教学了是不是？对啊。萝卜贡丸汤哎，肚子很饿是不是？要吃吗？你想吃就买啊！来啦，回球了啦！对啊。哦，是用这样子哦。哇塞！哎、啊欸、哦，要往前啊！啊，60、100、160。来、啊，再一次，再给、啊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来正式开始。输的请吃香肠。多少？180。好，180换我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单手让你就好了，懂吗？帮我拿一下好了，有点重。不是单手吗？来，开始。好，我们走去那边。完了，平手。我真是好员工。我都不会欺负女生的，你少来啊！我都不会欺负女生，我好棒哦！少在那边，这玩什么的？手钢索啊！我们要符合安全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要怎么系啊？这能系吗？系不了。哎、欸，这有点可怕哎、欸！你小心哦！我觉得你找到前面那个结就可以回来了。我在后面拍你屁股就好了。那我可以回去了吗？了还是我要再走过去？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好。啊，这视角蛮好看的。什么啦？到底？蛮像哥吉拉的。你坐旁边那一区哦。对啊，后面还有后面好多好东西，先去看看。好，跟我们的香肠而已。你们的香？哇靠！吃东西就有笑容哎。当然。为什么啊？你不坐啊？为什么你不坐？坐了要怎么摇？人摇啊！人摇吗？好，好摇啊！我们那个摆幅要一致。好。我们先往你往后，我往前，好不好？我往后，你往前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
那你在冲上小二人组？另外嘛，你看那车要怎么摆？你说，往前。这个画面很荒唐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嘛？在干嘛、啊？会转是不是？你好像老鼠、喔。那到底要干嘛？很像那个仓鼠的滚轮啊。这要两只手吧？你在那边，你试试看。你要走啊，仓鼠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要不要？这是会不会卡到 B 吧？好了吗？好的。我拉，晃，拉，晃。哇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有吧，有吧。到底在干嘛呢？我今天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日子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之后有来的话，记得戴安全帽、戴护膝。哦，这个很酷哎。这比较深哎。对啊，这感觉很像是会飞出去那种感觉，会整个飞到河水里面那种感觉。这个又要我来了。对啊。这个我最厉害了，专业的。哈哈，这个有一个拉杆。来喽。好。好了吗？好。一、二、哇！哇！我会抓到鼠啦！哎呀，真的会抓到鼠！哦，我要玩了哟！我现在头两边都撞到了，膝盖也撞到了。欢迎我们的一号参赛者，很大根，蓝蓝很大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各就各位，高度目标撞到树，好，准备。为什么撞到树？哎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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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 Rose。可是你后面只有一根柱子，你不懂了，假象假装好吧 ？Jack， 你要用力一点啊 ！Jack， 动啊 ！Jack， Jack， 我来了啦！啊，这要怎么停？这个就是我帮你停啊，还不求我？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OK， 我告诉你，今天总结以上呢，我们今天看到蛮多东西都没玩到。因为光排了第一个，我们排了20分钟。对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人们有东西玩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吃了点东西，然后玩了一点点。看到了，今天最后的挑战。啊，没有啊，现在我们不是要出去了吗？那对我来说不难呐。速速走一下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哇哇！我觉得当我们玩的啊，哈哈哈！帮我剪戒指吧。请问你到底在？你到底在抽啥响？快点呐！你在干嘛？帮我剪鞋子呐！我绕过去，你要等我一下。
哎，这个小朋友哈，你真的很不适合来玩这些东西耶，你没办法当野孩子。我就不是野孩子，可是我在学习当野孩子。请你慢慢的，谢谢。我们后面还有片要拍，请你慢慢的回去。我好惨哦，我最近怎么一直在跌倒？我觉得我要去拜拜了，最近有点衰。我们今天是带你来玩的，是来玩的吗？是来玩的。要去，一下撞到头，左边也撞一下，右边也撞一下，然后膝盖也撞到，现在连脚踝都肿起来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玩的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是明智的选择。对，你跟我讲说七早八早要我来这里玩，玩到现这个时间，我觉得我应该剩下半条命，可能连半条命都不到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体验到就好。我觉得这里真的是蛮适合大家来玩的啦。但有点可惜啊，它只到九月，希望它休息三个月后可以再继续开放，还不错啦，整体感觉还不错。但如果有下次的话，可以早点来啦。好，我下次会戴护膝，然后安全帽再来的。